好，接下来欢迎小天心张庭瑜。你挑苏打绿，你挑了他的《无名》。我挑了他的《无名》。为什么挑这首歌？因为我奶奶她只听得懂台语，那我想要唱一首台语歌给她听，可是我听很少台语，那这首歌刚好是我很熟的台语。我希望能够传达，就是跟奶奶讲说，我知道她永远无条件的支持我。好，阿嬷，这是张庭瑜要献给你的《无名》，好不好？阿爹真好听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张庭瑜。鼓励，谢谢张庭瑜。怎么了？很想他，想他。好好好，阿妈是在，阿妈还在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说她走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阿妈住哪里？我两个阿妈都很疼我，一个在台南，一个在宜兰。嗯，他们都会看。他们都会看，然后每次都会打电话说：“我拢听无你咧唱啥，阿公你唱了真好。”今天阿妈的听有啊啦，是阿妈要晚一点睡而已啦，较无眠啦。就无眠，就可怜咧。好可爱哦，爸爸郭华老师。我觉得庭瑜选这首歌选得很好，因为完全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个完全不会说台语的人唱了。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。我觉得是超我有史以来最好的你的本事。那我觉得有几个部分，像你唱的最后一段“底力的心刮来”，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，还有“永远拢在等”这句，好好听。底力的心刮来，是不是个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等，有时阵。所以你有点哽咽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其实出自内心，不是想要做就做出来的。其实很多音乐人想要做这个都做不到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得非常好，加油！好，我跟你分数喽，加油！
这是你比赛的最高分吗？加油，加油！阿妈嘛在靠我啦，恭喜恭喜！